自己有没有该期待自己来一下？哎、欸，还好，不会，因为我觉得那个焦哥跟耿如就是他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然后。哦，耿如那天也讲一个很感动的话，就说他觉得焦哥爱他比他爱他自己更多。嗯，哦、你知道讲这句话的时候，现场小燕姐也都喷泪。你就看一个小燕姐旁边一直这样，她一直首先她先笑到吃手手，然后再哭到吃鼻涕。嗯、我们都很现场的人都觉得很替他们开心。